艺人杨思琪9月3日带同女儿杨卓颖到电台接受访问，卓颖表现得非常活跃，不仅在节目直播期间在录音室走来走去，而且在传媒面前一点都不怕生，还不断踢腿秀软功，令思琪笑不拢嘴。我觉得他不大像自己哦，因为我小时候就很乖的，真的动也不动，但是他就跑来跑去了，你叫他也不停，他很有自己的思想，很执着，很独立的那种，很强的，跟我不同的。不知道卓颖这么活泼好强是像谁呢？难得小孩子不怕面对镜头，思琪可会考虑培养女儿当童星呢？而且两人也可以母女档上阵，拍拍广告也不错。其实之前也有人问过的，不过我也要看，适不适合他，然后再考虑。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也是很难忘的，应该。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